抽签了啊，看啊，也行，上下，上鸡巴，狗鸡巴上不着，你是，抽这点玩意儿，看我抽多少了。别的视频都可以不给我双击，唯独这个视频啊，一定要给我点个双击。这是一枚红星贝啊，我们这边有个美丽的传说，它曾经是龙王三太子和美人鱼的定情信物，它象征着完美的爱情。如果你已经拥有了完美的爱情，或者在寻找完美的爱情道路上，请点亮和小红星。喜欢干海的话，加以关注，看我带你干玩。太美，刚翻起来这个石头啊，因为没东西，一看有一个大的，这石头，我靠！这不发财了吗？扭扭扭！来了，兄弟们，这是昨天晚上我抓的一条冠千鱼，据说它有108颗牙齿，每颗牙齿都非常锋利啊！这条鱼长得像一只大宝剑一样啊，长得也是非常的有意思。回家呢，起锅烧油，炸着金黄，咱们干就完了。老铁们，喜欢赶海直播，给个关注，给个双击呗。来吧，兄弟们，给我数一下这是第几只了啊？马上又要出来一只，今天有点过分了，怎么这么多呢？太过分了！我的妈，我去皮皮虾，老铁，我去第一次抓皮皮虾，有点紧张，老铁，能换回咱家老铁一个小红心，然后加上一个关注，咱们直播马上就要开始喽。